不仅有非常好看的运动服装，而且还有高科技含量的装备和服饰。比如说我身边的这套功能服，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使运动者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体温，保持在37度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。而它倡导的理念呢，就是将汗水转化成能量。那这个恒温系统，它的这个功能板呢，是由 U 型管来组成的。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，你流汗了，那我们将汗水吸收到功能板的 U 型管当中，那汗水将在 U 型管里面快速的流动，从而帮助身体来降温，就相当于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变成一个发动机。那么我们的这个服装的功能板就像水箱一样，它在帮助汽车的发动机降温，是一个原理的。